That's the forecast. Stay safe, and I'll see you soon.这是 BBC 气象主播 Owen Wynne Evans， 是位自称毋庸置疑的华丽播报员。在我看来，他对 BBC 新闻的诠释应该赢得2020最佳居家隔离影片。这位36岁的气象节主播在 Twitter 上有超过300万的浏览次数，今晚在 BBC 西北大展身手，同时身穿完美上相的三件式西装，佩戴艾尔顿强风格的胸针。影片时间不长，但在新冠病毒的威胁中，为人们带来比以往更迫切需要的欢笑。到目前为止，贴文已收到近122000个赞和28000次转贴，这就是我们现在计算价值的方式。在他的 Twitter 标题中开玩笑说，当他们说试着在家工作时，没想到他们还希望我连音乐也一起做。不意外的，粉丝们大喊安可，要求用他的神鼓节奏代替原本正常节目的播出。Twitter 上甚至有个乡民称他为国宝，可见他确实受到高度赞扬。BBC 西北还访问该社交媒体网站，宣称自己的主播是明星，顺而对气象主播的才能吹捧了一番。他们表示 BBC 西北气象主播比北爱尔兰气象主播更有才华，除非你们可以拿出证据来打脸。求了 BBC 北爱尔兰的气象主播 Barra Best， Barra Best 回答说，我承认输了。没用哦 Barra， 所以咯，废话不多说，第一名就拿去吧 Owen。说中国再次以令人难以置信且不安的行为让人类失望时，你应该不会感到太惊讶。不，这次他不是以试图甩锅给美国或意大利，也不是因习维尼的政权在可疑的情况下禁止了对新冠病毒起源的研究。不，这次是因为对黑人来说这是很极端的歧视，因为在中国南方广州的非洲社区中出现了一些新的冠状病毒病例。影片被转贴后，麦当劳被迫代表为国家道歉。这则影片显示在其中一间麦当劳里面发放互被告示单，类似于1960年的美国的餐厅黑人纸布。单子上面写着，注意，我们已收到通知，即日起黑人请勿进入本餐厅。麦当劳的女发言人 Regina Hui 上周六表示，麦当劳中国表示深感抱歉，向大众与我们的客户道歉。此后，麦当劳已承诺以此事件为范例，来加强教育管理人员与员工我们的价值观，包括为我们所在社区的所有成员提供服务。麦当劳撤下告示并关闭了该分店，还发表声明说，那则告示不代表我们的包容性价值观。好吧，令人沮丧的是，这件事并不令人惊讶，这只是广州种族主义加剧的一个例子。因为中国公民硬是怪罪黑人传播新冠病毒，广州拥有中国最大的非裔社区，约4500人。据《华盛顿邮报》报道，过去两周，非裔居民表示，尽管他们检测结果是呈阴性，而且最近没有旅行史或与已感染者接触，他们还是面临着强行驱逐、被酒店赶出门、被迫接受没有结果的病毒检测，甚至被隔离在隔离区两周之久。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再次强势回应，称中国政府对所有外国人一视同仁，反对任何针对特定人群的差异性做法，对歧视性言论或行动零容忍。真的假的？你们有把维吾尔人当人看吗？这个故事还在继续发展，请继续关注 Tomo News。新冠病毒的威胁让大众对外面的世界感到恐惧，专家不建议我们和其他人直接接触，以避免病毒的扩散，但我们只能用没有礼貌的方式去避免和他人接触吗？
推特上疯传一部29秒影片，影片中一位女性把给快递员的钱丢到地上，这位快递员把物品送到她家门外。推特上的标题写着：“你真的喜欢用这种方式付钱给快递员吗？”影片上有位男士收了快递员放在铁门外面的包裹，在照相机后面的快递员问付款事宜。收包裹的男性说他还没付款，因为这个包裹是货到付款。快递员告诉那位男士，他必须付23万5000印尼盾。那位男士就进入屋内拿钱，突然出现一位女性，应该是那位男士的老婆。她走过来，但没有走到门口。这位女性看起来平易近人，但没想到她不是有礼貌的把钱拿给快递员，而是把钱丢向她。当地媒体 Tribune 报道，这支影片拍摄于印尼中爪哇省首都三宝垄市。推特用户对这位夫妇的行为给予负面回应，你有何看法呢？请在我们的评论栏写下你的意见吧。一个姓名首字母为 B 的43岁警卫，上星期六遭警察逮捕，因为他掴了一位姓名首字母为 HM 的护士耳光，被监视器录下。这个事件发生在印尼中爪哇省三宝垄市的一间诊所。这位护士告诉 Compass.com， 4月9日星期四，事件发生的经过，这位 HM 护士正在服务排队挂号的病人， B 警卫排队帮他要做检查的小孩挂号，但 B 没戴口罩。这位护士提醒警卫使用口罩的规定，医生不会检查没戴口罩的病人。 B 警卫不接受这个理由，还很生气，他不但掴了 HM 护士的耳光，还威胁要杀他。这个事件导致 HM 心理受创，被掴耳光后他觉得头部晕眩，然后受害者到当地警局报案。根据 TribuneJapan.com 报道，受害者报案后，4月11日星期六晚上，罪犯在家中遭警察逮捕。当地警察指出，因为护士提醒嫌犯戴口罩，嫌疑犯因此恼怒，出手打了护士。嫌疑犯在打护士时意识清醒，并没有饮酒或用毒品。嫌疑犯的行为让他被判了2年又8个月有期徒刑。上星期一，泰国拆春骚府的 Khao Ang Ruay Nai 野生动物保护区工作人员和一群义工合力将30头野象赶回森林中。这群野象掠夺了农夫的农作物，这50多人聚集一起，他们先把60头大象赶出居民住的地区，再解决大象破坏农业区的问题。自然保护区助理主管 Anek Wongsa 明确的指示大家要小心，不要伤害到大象，因为那些大象可能很紧张，对人类具有攻击性。将大象赶回保护区是一件危险的任务，工作团队花了好几个小时将大象引离农作物，大象群移动缓慢，工作团队必须一直控制住大象，他们才不会偏离目的地。动物保护区现在已经准备了食物和水，以解决大象去农园找食物吃的问题。台湾行政院资安处处长在4月11日表示，台湾正在开发社交距离追踪应用程式，民众将可以自行下载该应用程式，以帮助防止新冠病毒传播。这个台湾社交距离追踪 APP 使用蓝牙来追踪用户何时与他人接近，数据将被加密并保存在用户的手机中，不会被收集来跟踪用户的移动。每当用户与他人之间的距离过近时， APP 就会发出警告，它还会提供用户每天与他人过于亲密的频率与数据。根据台湾当局的说法，该应用程式的主要目的是向用户提供有关拥挤场所的讯息，以便用户可以避开人群。台湾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的社交距离准则建议人们在室外至少相隔1公尺，在室内至少相隔 1.5 公尺。行政院资安处处长简宏伟表示，该社交应用程式是根据行政院长陈其迈3月中旬发布的指令开发的。简宏伟主任表示，应用程式目前正在测试中，并将在接下来的2周内发布。根据新加坡海峡时报报道，新冠病毒在全球范围内的感染人数在2到3之间，意思是每位患者都会再感染2到3个人。公共卫生专家表示，自4月8日新加坡政府命令的封锁开始以来，新加坡的感染人数已降到1。新加坡国立大学公共卫生副教授 Alex Cook 表示，流行病具有生物学和社会因素，透过限制接触带病者，即使生物学因素目前仍难以解决，社会距离也可能减缓新冠病毒的传播。根据美国 CDC 公布的一项研究，新冠病毒目前难以控制，部分原因是无症状带病者已经具有传染性。
美国国家科学院在一份报告中指出，过去的报告显示，病毒 RNA 残留证明呼吸可能会将新冠病毒传播到2公尺的距离。然而，发表在 MedArchive 上的另一项研究表示，产生新冠病毒的病菌可以在印刷纸和薄纸上存活小于3小时，但在木板和布料上能存活2天，在玻璃和钞票上则能存活4天，而在塑胶和不锈钢上可以存活7天。作为遏止流行病的方法，新加坡祭出断路器防疫，目前已经关闭了工作场所、公立学校，让学生上网远端上课。Cook 说，截至4月7日止，新加坡确诊病例已上升至1481例，但是他说，大多数病例是境外侵入的。如果新加坡关闭国界，新加坡应该是能够控制这种疾病。所以，孩子们，千万别做这种事，还有这种事哦。